白雪，你放心，白雪拿好了，我一定会跟道三讲，让伊完成你的梦想。白雪是我的孙女，我无记，我想叫啥人啊？感情把我家里妹，提供不要好这个机会，能够变少年，其实就是为了今仔日，会当叫我这个宝贝查某孙。 白雪，会变成我来模样。咱这段时间，所有的一切嘛拢会无去。这份台湾台长，我甲白雪这世人永远都袂放袂记。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啊，友好你。 拢是做妈妈的人，囡仔会当安尼平安健康，就是咱上大的财富。假使讲我今仔日是一个七十几岁的老阿嬷，就算讲我是要管，嘛有可能无法度管啊。啊，不过天公不要保庇，我今麦有一个少年人的身体，咱就白选，这拢是天的安排。 好啊，别哭哭啊，爱笑啊，你爱相信，小等白雪搁出现在你的面头前的时阵，伊就是一个健健康康的查囡仔。妈，多谢你。 这内底查某囡仔应该是阿辉阿嬷少年时阵无唔对啦，你甲阿嬷唔是无血缘关系，恁两个那时做这样同啊，怎么有可能啊？正英，我即摆甲你讲的话，你爱记牢。假使讲有一天，我必须爱出国，去完成一件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代志。 你就甲我放袂，你莫找我，你重新去找属于你家己的幸福好无？所以讲，我向你求婚，你讲你要出国，你要离婚我，都是因为你管过世了后。 你都会变老啊，叶老师，真歹
kamu ikut. Jadi gua ni umbo. Mu cerim tang gua umbo. Sini. Tadi dia. Tadi dia wala isam cusu tu isu.我真的是我骗你，是的。我是讲你会怨恨我，我绝对袂怪你。不过你要相信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这段时间，你给我的快乐，我的幸福，嘛拢是真的。我甲这段感情。 放在我的心肝，永远都会放袂记。是的，我要走。 我已经失去你一摆啊！我一世人就无简单才找到你呢，我绝对袂阁失去你啊！你甲我听清楚，我毋准你走，我毋准你走。陈莹，多谢你给我一个幸福的美梦，啊，不过这个梦总是一个不是爱情。 对，我是社会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无人畏惧这个人。无论安怎，我拢是社会的人，白雪的阿嬷，我爱救伊，所以真实的，请你尊重我的决定。 你的梦嘛应该爱饲，从今以后，这个世界上就无安慰过这个人啦。你要去找一个好的查某囡仔，陪你过你的一生，绝对将我放袂记。 可是我若真正会当放袂记，想落天公伯啊，搁我如何转世，搁爱你一摆，这我是命中注定好命，我爱的敢若一个人，敢若你一个人，不可以。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拢同款爱你。所以，顶一届咱两个人袂当做伙，那是命运的注定。这届咱两个人相拄，那是时间不对，就算讲。
我变成原来的模样，你还是爱我。不过我有我自己的家庭，也有我自己的责任，我根本就无法度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我嘛无法度陪你到最后。所以，变到这就好，感情的感情。永远靠在咱家己的身块啦，是的。你要结束的时阵，竟然有一天，可以重新拄到你，甚至阁有机会，会当甲你重新相爱。五十年前甲你分开了后，我了阵讲，我只当甲你永远藏在我的心肝内。我真正无想到，这世人阁有机会当阁拄到你，会当甲你快乐作伙。我已经真满足啊！没有任何的遗憾，请你一定要好好保重。尊英，再会啊。